这节课就是蒙古舞，蒙古舞呢就是我们内蒙的特色，民族民间里面，然后它分很多种，有我们蒙古有撒五尔登，然后还有一些丁弯舞，有中碗筷类型的，它的手位呢就是这，最普通的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弄弄。跨着，然后两个卡着，这样，对，然后看，然后有这样的，然后这是一位手，一位手，二位手在这儿，然后三位手，然后二位手呢有前二位，然后后二位，后面的二位，然后三位手呢在这儿，旁45度，斜旁，斜一点，然后。然后有这儿的也是三位手，斜后面也有三位手，然后这四位手在这儿，然后五位，然后在这儿呢，然后有很多尖，蒙古里面有很多尖，这个就是硬尖，前后的，no，前后，好一点。架住，卡住了，这个，看，卡到你的胯骨这儿，3次，好一点，你好一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有很多肩，然后它还有绕肩，前绕肩，后绕肩，对，我有耸肩，但。然后还有我们的穗斗肩，就前后的穗斗肩啊，大家可以从后面看我的肩，就像是你们打哆嗦一样，然后平常的步伐呢就是正步位，然后有我们的二位就是与肩同宽，三位旁这面这面三位，然后有踏步位。上部，踏步位，踏步位，也有反面的，然后就踏着，然后他走路呢有拖步，拖着走，拖着走，拖着走。然后很经蒙古里面很经典的拉背，就是这样的，看，上下，柔一点。远一点。看我的手，它不是这样的，扣这个，它是打开的。压下来，一个上一个下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民族民间舞是。蒙古舞其实很放松的，很放松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翻腕儿，弹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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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，还有揉臂，揉臂，揉臂呢，就是要揉，揉，揉一点啊，这都是蒙古语里面很经典的东西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勒马手，勒马手，这就是勒马手步伐里面有摇篮步，这样的，左右左右。
No， 没有换，没有换，他一直都在这儿。啊，然后特别多，然后这也是，这是立掌步啊，特别多，然后跑地步都是马屋里，我们马屋里面，对，绕肩，这都是蒙古屋里面特别常见的一些东西。今天我们学的呢，就是很多这个动作，哒哒哒哒，就是拉背啊。看他胳膊要圆一点，那我们面朝这边走啊。你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然后还有这个，牛逼，哒哒哒。大家可以来这儿，no， 但是左右手腕的，哒哒哒哒哒，推回，看我的手胳膊没有这样，两个手掌相，手背相对。手背，两个都手背，哒哒哒，然后我还要跳一下我刚刚跳那个小组合吗？大家先看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就我这个组合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动作拉背，然后就是很经典。这个组合呢，它其实因为，以前蒙古族人民都是生活在大草原上，他们每天早晨起来出了敖包以后，他们住的是敖包，出了敖包以后第一眼看向的就自己的草原，所以很向往，望出去，大家就是望出去的一种心情。然后一种
对自己家乡的一种热爱，像你们对你们自己祖国的一种热爱一样。然后仰望出去，然后想自己的家乡，用一个美丽的草原，因为草原是无比很大，特别宽广。然后想，然后抱住，然后抚摸自己草原上的草，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。然后我开始教动作啊，但是这样，对，坐着的，耶，看出去，看向这片天空，想象仿佛自己头上是一片蓝天，啊，看上去，仰上去，然后看他做的是对的，他的是对的，他的是非常好的，大家看一下他。耶、yeah，这个右腿再回来，弯回来一点，前腿出去。这样的。你看他，这样。对，这个是吧？这种。耶、yeah，弯一点，对。哦，好吧，你先这样，然后立起来一点，立起来一点。耶、yeah。好，然后走。望出去啊，对，耶，这样望出去大家试一下，走。起不来的同学可以这样，就可以不起，这样望出去也可以。这样望出去，啊，看，这样看出去，看向远方。看，你就站着，然后从这边看，从这边往这边望，回来。下来，对，下来，然后走，往，就从这边望向前面，然后看，立。哎，就是，大，哎，看着，这样，耶、yeah 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放松一点，手可以放松一点，手随便，手随便，哎，可以，然后看出来，然后再上一步，看这边，哎 ，no， 不是这个，是这样。像把重心放到斜后方，对，哎，耶，对，好一点，对，他的特别好，因为他本身特别魁梧自重，然后特别有那个感觉。大家都站着吧，那就，看，从这边放向这边，看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回来。六、七、八、的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回来。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抱住。OK。连起来，来一遍啊！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啊，然后望出去，仿佛你们看到的就是一片草原，嗯，可以往下吗？然后往下，然后上左腿往前，一，然后往前面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嗯，六、七。或者可以不夹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不夹手是不舒服一点，就是肢体的。他的特别好，你坐一下，真的真的，因为他本身很壮。很有那个，看出去，耶、yeah ！他，耶、yeah ！对，就手很手可以随意，就来两边，哎，架起来，架起来就好，耶、yeah ！可以，这样，这样，耶、yeah ！啊，然后到这边看看，耶、yeah，OK， 然后往下走转一圈，看到这边吗？看我的手，打开的。转一圈，就是这样，打开，转一圈。嗯，看，在这边吧，打开，转一圈。嗯，推开，放好了。慢一点，特别慢。打开，可以吗？试一试。来了啊。嗯，我们从头到这里，好，到这里啊。走，五、六、七，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等一下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五、六。七八的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嗯 ，OK， 大家跟我学一下这个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嗯，来，这个手走，看，走就跟咱们走路一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
哦，哦，看，看我的手，咦，看一个压一个提，压，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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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它就是平时咱们跟咱们平时的走路一样，脚底下跟咱们平时走路也是一样的，然后加的胳膊，二，三。嗯，要手，你们的手腕要有一点力。哦，不是这个弹拨手，它是看压往下压，一个往上提。嗯嗯，看，你坐摆好，这样。嗯，对。看这个往下压，这个往上提，然后这个往下压的时候，这个往上提。哦，不翻，不翻，他不翻，他对，啊，那，哒，哒，哒，那他就是这样的，啊，你的手是对的，手是对的，没有问题，放松走，放松了走，放松了走就好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然后不要往前，身体扬起来。放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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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松。他，他，他，揉一点，揉一点，哎，他揉一点。我们先不夹脚啊，就做手，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嗯，就这样，来，一个提起来，一个压下去，它是对称的力啊，对称的，嗯，这个往下压的时候，这个手再往起提，啊，来，大家来一下，嗯，好，那，来。来，哦，不疼，两边别晃。就你先就单做手，单做手，一、二、四，压，然后提起来。哎，你看这个是提起来的，然后压，提起来，压，然后这个压的时候，这个手提起来。放松，然后胳膊肘放松，看我的胳膊肘是放松的，哒哒扔，哒哒扔，哎，别给腰，别给腰，哒哒扔，哒哒扔，哒哒扔，试一下，走，哎，对，这个手上去，然后。哎，下来时候不对了，看，看，上来了吧？这样走，然后看，提，这个手往下压，压弯，然后提起来，哒，哒，你看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别动，别动，下，下。啊，不不，就这样下，哎，哎，这样这样下，然后这个往起提，然后这个下，这个手往起提，看这样是下，这样往下压，对，这样往起提，哎，对，好，走，然后看，然后嘿。好，这，哒哒，嗯，好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，放松胳膊肘，放松，哒，嗯，哎，耶、yeah。
好一点，好一点，然后手别抠着，手放放放着，哎，你好一点，好一点，提上去，看，走，提提提到最顶端，然后下，哎，耶，它不是哎这样上来的，这样，对，这样，嗯。嗯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。这样，上身很放松的。对吗？耶、yeah, ，你的对，你的好很多。手对，哎，这就对了。耶、yeah。哎，这里胳膊肘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耶、yeah ，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啊，看，压一个往下压，一个往起提，一个往下压，一个往起提，啊，好点了。哎，你好多啊。他哎，看他的手其实就是这样。No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样，看，看，你看看我的手，看，哎，然后往上提，这个往下压，然后，对，然后走的时候，然后再往下的时候，下一个动作就，哎，压这个提，哎，对。嗯，那个手提这个手，来走，看、嗯、你这个手要往下压，耶、yeah, ，这样压下来，然后这个手提起来，哎、嗯、弄，耶、yeah, 哦，呜，对，就这样，然后提，然后这手往下压，哎，对，哦不翻不翻，他没有翻，就这样。嗯，然后加上脚，就是看我们平时走路就这样走的嘛。然后他这个就是把这样走路变成了，嗯，就很随意的走，就跟咱们正常走路一样。我们这走路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学习怎么走，现在学习先。走就是大，就上步就上步，然后起来，步起来，看，大，大，哎，这个手这个脚的这个，对，可以稍微开一点，开一点，对，然后也不需要像这么开，就。可以这样稍微就是开一点就好，对。然后弯膝盖，弯膝盖，看、啊、你走路要弯膝盖呀、啊，嗯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上来，蹬，然后蹬直，就是不要这样去走，就是蹬，蹬蹬蹬蹬蹬。看，很随意，看，你看，哒哒哒哒。这个，这个，那，哎，这个肩，啊，哒哒哒。肩啊？要动这两这个吗？胳膊。看，跟上一起走，主要是肩，肩，肩，肩。哎，好一点，哎耶，你好一点，对，对对对，耶，你对了，看前后，前后，后前后，耶 ，OK， 没问题。
嗯，你也好一点，好一点。看这个往前的时候，这个肩往后。对，哦，不是胳膊肘在动，是肩。看，嗯，嗯，哎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嗯，哥，这架住，别动。来，给你们，三四，肩主动去，你的肩膀主动的去往前、往后、往前、往后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没事，慢慢来。你呢？怎么样？这个？怎么样？就是肩膀，哒哒哒哒。耶！哦，特别棒。那。手这样还是牢牢的卡住，卡着，哎，看，卡着，嗯 ，no， 卡着，哎，走，哦，耶，哒哒哒，可以，嗯，然后。来，然后进上下的耸肩，这个会吗？哎 ，OK， 对，就是这个 ，Yeah，OK， 对，这个可以吧 ？OK， 嗯，哎，可以。就是耸肩。行，然后我们加上胳膊就是，加起来，哦，看左右，肩膀还是刚刚的这个，那就你。一起做，哎，他这个可以加好多的手，都可以加，放松，哎，肩膀动起来，哎，耶。然后加上手就是，我觉得好像我的手给这个，放松啊，看左右，左右，左右，啊。
接打开。妈，我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哪有问题啊？这样太干了，大家这样，这样。看手并着，女孩的手都要并着，哎，都要并着，然后，在你们的胯的正前面一点，哎，对，没问题，然后扬起来，哎，然后太大了，稍微小一点，对 ，OK， 哦，这个脚在前。右脚在前，然后这样，站直就可以，这样，哎，然后高飞头看这边 ，OK， 然后手回来一点，往下，放松 开一点 ，OK， 没问题，好，哎，行，然后咱们合一下音乐。准备，对，我忘教，看，大，就是勒马手，这个手是勒马手，耶，那转一圈，哎，然后我们收就好了。然后动作就是，它好多都是这个动作，往这边走也是这个动作的，那就再来一遍，行。
然后立。看左右，左右左，哒哒哒，呀，走，哒，打开，走，再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里就转，哎，就没了。OK。然后它这个就是哒，对，勒马手，勒马手，转回来就没了。耶，然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。这个就是看走四个，然后四个这个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做四个吧，然后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立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呀，哒、哒、哒，然后看是这样，耶，打开。耶、yeah. 好，再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他走到这儿，然后哒，好转，哦，手是这个，手一个是这样的，对，一个是这样勒住。它像勒马一样，哒哒，耶，转回来，好就没了。哒，它的脚没有挪动，看，就是直接这样转回来就好。哎 ，OK。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。高飞，手下一点，耶、yeah. 嗯，远一点，远一点，远一点，看，再往下，耶、yeah. ，远一点，然后看这边，身体朝这边，然后头看那边，耶、yeah.。走，勒住，哎，耶。